静悄版黄建伟版被骚扰表情，心胸歪楼很享受。选举真的蛮糟蹋的，每天在那边笑啊。啊，我是有很缺这一票，其实。我们是真的很缺那一票、啊、台湾首部以政治幕僚为主角的职人剧《人选之人》造浪者，演员阵容包括双金影后谢盈萱、黄建伟、王静，上线两天就登上台湾 Netflix 冠军哦。有啦，喝很多啊。辛苦了。这是你第一次在镜头前演出女同志吗？嗯。有什么比较特帮角色做一些什么功课？谈感情其实不管你是喜欢哪一个女人，都是一样的。嗯，而且一拍那个粉红泡泡感觉出来的，因为它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感受很舒服的一个样子。这样是不是想跟我离婚？对啊。那在剧里跟剧外都是从一个老婆讲一下，就是跟老婆拍戏的心得这样。就十几年了，有点像是一直在换老婆的。哦。然后我想他应该有一直在换老婆的。哦。老婆真的是一个。是女演张雅静，快！这一次跟那个大一人会不会对戏压力很大？会，这亲密戏会害羞吗？我完全没事，因为那就只是脚很酸而已，然后我又怕他脚会不会被我压得麻掉什么的，因为我不行，哪有？所以就是当时我感觉到他在扛过来，然后又。然后使一点力，跟剧里面感情好像会有点坎坷，就是谁没谈过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？轰轰烈烈，但其实我每一场大家都知道。三人在剧里都是文宣幕僚，三立新闻网寄出情境题，只能比手画脚 and 装生词表达，猜猜看伙伴遇到了什么困难？在洗澡，在洗澡的时候电话响。被通知说你被偷拍，但是你要出来澄清。哦，很厉害耶！有人求婚没有？在选举的时候有人求婚吗？被求婚？要来选举现场被求婚，有人求婚？哎，我这么一直表演，你们真的。很屌欸，我不许你这样说。准备上班，然后被摸了性骚扰，很享受。很享受的部分是我也做了。很想看。